式档案的档。那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进入设定画面，设定画面里面有各个参数的一个项目，可以再进入特别的页面做设定。耐压以及全天短路，那在这一套仪器里面还配备了测线圈极性的部分，那可以勾选要测的项目或者不测的部分把它取消，那项目的部分也可以去做调整顺序的部分。在测试模式下，那按荧幕上面板上面的触发或者是